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抖音短视频带货特训营第15期啊，一部手机听话照做就能出单，随时随地都能赚钱啊，零基础的副业，不需要真人出镜，不需要卖货给熟人，也不需要压资金团货，也不需要发货和做售后服务，几乎没有风险，非常适合打工人、宝妈、学生、小微企业啊，这是优势。然后起号一般是3周都可以起号找到利润，大家看看，包括起号、出单、选品、测品都有详细的介绍。这是课程的目录啊，包括这个主课、爆款逻辑、实操课程素材，还有文案和高用链接啊，其他这一个知识精华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15期主课，这是已完成了。这是爆款的逻辑也已经完成。这是实操啊，实操也讲得非常好。这是素材啊，素材是非常多的，一共是几千个素材，大家看看，特别多特别多的素材。还有这个链接怎么找，起号的文案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一个知识。如果想要做这个短视频带货的话，这套课程很合适啊，大家可以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带货特训营啊，或者是带货特训营15期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